公开的船啊吼，伊甲别个厝饲鸡，饲二十外冬啊。因的鸡啊，大比人较好，用个水帘啊伫鸡困，佮有医生去做个健康检查。真健康啦！饲料呢，拢食到上天然的，嘛无伫做啥物成长激素，逐只鸡拢安尼养鸡鸡骨活跳跳。我吼出两杯钱，想讲要甲买三四只，甲阮媳妇做下来。你知影伊安怎讲无？不行，统统要拿去做基金。啊，这讲到底哦，天都乌一边哦。用健康的鸡做最好的基金，白兰氏。